扣开！运动酒吧门口几位年轻人火气不小，不仅大声叫嚣，手指头还指向远景胸口，完全不听劝，甚至出手推挤，逼得警方将人上铐带回。就怕场面失控，快打部队到场支援，大批警力将人团团包围，还有一大群黑衣人在旁边围观，场面相当混乱。目击民众也被这阵仗吓了好大一跳，可能二三十个警察，这是对警察不爽，还有人在外面打电话闹人。世足十六强赛，半个地球外的台湾竟然也爆球迷冲突。新北三重自强路新开的运动酒吧，六号凌晨两点多，王姓男子和朋友一共四人到这里喝啤酒看世足，但隔壁桌的客人疑似和自己支持的球队不同，双方相当鼓噪，没想到因此爆发激烈口角，就怕演变严重冲突，三十名警力出动赶往现场，将人压制上铐并带回保护管束。脚上毁了！闹事四人最后被一社违法送办，开心看世足却进了警察局，实在得不偿失。记者杨杰、范雅乔新北报道。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，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，就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也不会污染。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、有儿童、有孕妇都适用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，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。